来。
家好，我是出车祸的七宝。我们是挖车祸，挖车祸，挖车祸。对对对，今天应该也不，你要改名叫挖宝。挖宝，挖宝，他跌了，然后他是要滚下去，我本来以为你要从我头上翻过去，然后就这样滚过去，哇！发什么事？发什么事？我刚特技表演，我刚特技表演。我们那个养我们这种青蛙是可以看特技的。我靠，好直哦。对，后跟班吗？还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然后拿近一点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大家都知道，我们今天要儿童节主题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接下来就有两首儿童节的歌。我听不到，哎，鱼好受欢迎哦。我什么都听不到。我们要跳一个转圈圈的舞，哈姆太郎。那个等一下，下面谁没转起来，就到台上。对，你们在下面也要转起来、哦。下面也要转起来、哦。你们自己绕圈圈好不好？对。不要现在才给我跑厕所，自己绕起来。憋住。对。好，没有绕起来的，就是等一下悟饭那边找我们。发什么事？哦，好。奇妙东西。那我们接下来就。好起来！
第二首《小帕蒂巴帕克》。来了。